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到花莲参访两天，傍晚他到花莲县议会拜访无党籍的议长张俊，张俊亲自到议会门口迎接，两人握手合照，气氛热络。因为张俊曾表态力挺侯友宜，外界把柯文哲这一趟花莲之旅解读为寻求结盟。我们来听稍早张俊的说法。因为当时在选举的时候，柯主席多次来帮张俊加油打气。那今天来到花莲，理应接待他，所以这没有什么政党还是说政治上的一些问题。张俊表示，柯文哲在他选议长期间多次帮忙，这一次柯文哲来花莲理应接待，并没有政党或政治的问题。柯文哲也强调，很多年前就认识张俊，两人本来就是朋友，相较于拉他入党，做朋友更重要。Hello， 我是张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